小龙虾拌面，这个面就是咱们点外卖吃剩的那个马小的汤拌个方便面的味儿一样，强烈推荐这个，发实弹。我觉得拌着面条比带汤的面条有饱腹感，不知道为啥，同样的量总感觉干拌的有饱腹感。嗯，哇 ，so hot 呀，姐妹们，中辣偏上，这个姐妹们一定试一下，很好吃。解解辣，拜拜。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我刚出门做了个核酸回来。我妈早晨做的菜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里面有韭菜、黄瓜、四季豆、豆腐皮、鸡蛋，还有大葱做的烩汤，还有肉和虾皮，传统大锅炖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妈做的粽子饭，就是糯米饭里面加着粽叶，放高压锅里煮的，这样煮出来的大米把糯米啊，它有粽香味儿，还省得包。怎么说，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，往里加个鸡蛋感觉会更好。你还省得包，你还省得扒皮，因为粽子扒皮的时候它焦黏，你知道吧，你就怎么看就怎么觉得就贼好，就是牵肠挂肚的这玩意儿粘脸。哎，哇，还就是个粽子，这种做法吧，你就觉得又挑不出来什么毛病，又在情理之中，又出其不意，就这种就说不上来的感觉。妈，来杯奶茶，这个是昨天的奶茶了，放冰箱里忘了喝了。葡萄摇摇酸奶，嗷嗷凉，好喝。吃东西拉拉上汤汁了，姐妹们，这种纸做的吸管啊，不太锋利。草莓摇摇酸奶，冰凉拔牙，搞点大米饭，这玩意儿吃完甜的，吃点大米饭中和一下刚刚好，夹缝儿，哎，抠，你就使劲抠，哎，
种吃法，那你感觉又是在吃粽子，又不是在吃粽子。妈妈都是教你。我感觉我是蜘蛛精在盘丝洞，你知道吧，姐妹们。哈喽呀姐妹们，干饭了。哈喽呀姐妹们，先来个关东煮吧。水煮肉火锅丸子。这个汤蛮好，海苔虾饼里面有虾仁，整颗的小虾仁。这个好吃，白茶玉球。中间好像是芝士吧，还可以，野菜的包子。野菜、韭菜、猪肉。巨香，凉皮儿，
糯米糕，上面是莲子，蛮好吃的。今天的紫米糕没有甜味，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无糖版本的，不如甜的好吃啊。